第一天自摸就25分了。哇，哇，哎，那我没有突破我自己的分数。还没有，第一天我想用照片，真的。第一天16分啊，门清一摸六。6分。哎，发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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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晚才打。加9有啊。有超过31吗？超过31啊，这9分啊。20分。4万。4万也是。小米，是拼的不是很好，叮叮叮叮，对，还不是很好。哎，你要怎样才好？没有，他的意思说我选到拼的不好，拼的牌对啊，拼的牌，拼南东应该是最好的。一手拿开，黄忠，碰我，冇嘢了。哎呀，大饼。北风，你们现在方式随便打。对啊，随便乱打就拉能胡就对。对，但不是打大字啊。哎，对啊，他们打了他胡就有得分啊。8万，算是什么？8万，对啊。地主，发财。不用发财，真够烂。他也有可能从头到尾无聊。来，因为有可能那一张不是那么。红中。哎呀。哎，南风就胡嘞。马国贤有打，有吗？没有的，马国贤先打。我打他前面，我打他前面。他打了，他比我先打。3万，这个好危险。哎，不要哦，这种牌很危险。哇，3万！跟着我后面打干嘛？我也好紧张哦，我要破自己的记录哎，高大哥成全我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来，小兄弟在外面等你。哎呦，2万，没事，这样抓，叫了就要喊，就要打了。5万，吃一个，七，1万，碰一个，哎，你又碰，放开，啊！你还碰什么？就让他摸了嘛！你们这些人真是，你们到底是一国的还是在打？都有参与感嘛，因为我们赢定了，没差了，都参与感。怕点，因为我们也是怕他听太臭，别人知道听不到。对啊，真的，所以我们是会怕了。好紧张哦。选好一点。不要，大哥，你要按住帽子啦！啊，对对对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吹走的可能哦。九条，奇怪，我还可以跟你们玩呢，来，哎呦，可以呀，大哥，我今天喊只是想先吓吓你。哎呀，其实我听得很丑啊。八头，一定是的啊。对呀，我都打多好的牌给你，都不要。二条嘞，不要，也不要。想也知道二条不一样，故意打不一样的给你。7万。哎，来喽，嗨神秘点吗？有。因为他不可能，他听这个的话，他就应该很高兴的开了表情。9万哦，大哥，单掉9万，单掉9万，大哥从头到尾那9万都没打，到拼牌才打。哥，那你也掉9万，跟他拼了嘛？对啊，打二条掉9万，跟他打二条啊。对啊，跟我打二条，二条最安全的啊。看我们谁先换，先摸到。高大哥，对，哇塞，你们牌倒下来，这边听1-7了，高大哥很难了，他那边还没听呢。快点，九万在哪？好想知道。啊，有9万来了，来数一下。但是高大哥可以换哦，他抓东风他会换，他会放炮。还是我放了，那他还是会放，因为我看到这个牌完全不像。我跟你讲这个牌哦，不是因为我一进天我是进4饼，你知道吗？进卡4饼，我本来是这样。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有人作弊，作弊对，这个我讲给你听了，潘慧茹就作弊，怎么说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他那个牌很难胡，我一想那绝对不是9万。讲这句话一定是卡七，太容易卡3点。
单掉九万呀、啊。可是单掉九万真的很难哎、欸。一般讲九万都是好胡的嘛，那那蓝胡是七筒的三条。你的意思说他如果进两头的，他没有看到的牌，他从来没看到。你没看了，我没过去、啊。从来没过去，我从头到尾只有注意他讲话。哎呦，小大哥，会吃老大哥，他们俩同月同日生啊。对，所以我们有点心有灵犀、啊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他高大哥讲什么话，他大概他讲什么话，高大哥就有比如说双鱼座心软，你知道吗？真年轻。哎，不过你是第二次胡弟弟呢。对啊。啊，这很难，好厉害，很难呐、啊。这个代表说，他很，所以他走运了、啊。你看，出道不到一年，对不对？你们俩红多了吧？没有、啊。而且她老公现在也是不对，老王，对啊对啊，两个一起旺，不错不错，恭喜恭喜，旺到红了。我们也不要客气，就手摸一摸吧。福气要带来嘛，对。握握手，握握手。对对对，福气，真的不错不错。握握手，不是很握手。叫我走个人小心。你们有没有家庭聚会啊？还没有。比如你们几个人妻啊，有没有家庭聚会？还没，跟小金姐还没。都还没有，其他都有了。啊，没有啦，就是有些会带小。领导是怕高哥，靠，还在怕高大哥。不会的，高大哥年轻，对，年轻来说风流倜傥，对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不是，知道吗？他现在算是比较沉稳、内敛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这样可以吗？没有讲到重点。没有讲到重点。对对对，高大哥还蛮喜欢你这一型。再讲到重点了。面对小金姐，救我！喜欢归喜欢嘛，对吗？喜欢没有什么坏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哪个还不是那么多美女喜欢？对，只能远观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近观。啊，不能什么，不能进一万啊！进一万就包了，我跟你进一万呀，就包了，我跟你讲。哇，我好 lucky 哦！哎，那怎么办？那没得打了，没得打了，没得打，十七分，谛听十七分，恭喜！谛听十六分，单调一分，总结十七分。高大哥呢？第一次呢是逆转胜，最后一把呢可以讲说逆转胜，但是呢第二场呢，今天可以讲说哇兵败如山倒，好越输越大场，输到最后一下最后一把天地天，他打败个胡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这里面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您说，那就是为什么麻将那么大家都喜欢打，它不是完全靠手气或运，不是靠完全靠技术的，对不对？你像他那个有什么技术啊？地运叫技术吗？没技术，对不对？没有技术，对，没有技术，一切是手气。真的，打鬼怪力气呢，这一年太旺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旺，全家都旺。还有要证明啊，这个麻将啊，这个牌生还是喜欢穿红衣服的。对啊，我今天特别来挑战穿红衣服。真的还是这样子哦，是这样，都不知道高大哥穿红内裤、红内衣都没有抵过你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穿在里面，所以你看色彩很重要。对，一身黑嘛，哇，还白费，衣服今天就不太正点，不能他这一辈就不能当黑道的命。好，谢谢我们十四位，谢谢，明天到我们三万块里见。好，感谢观众收看，别忘了明天同时间去收看我们的至尊百家乐，拜拜。啊！大哥，别说，大哥，你是伟人，你是大哥的风范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气馁，来，一个打四个，虽败犹没有你，我怎么会胡那地听的九万呢？我今天运气比较差。对，不是你们都弄错了，最起码，我要胡一把，我还对得起，我也有粉丝啊，我有很多群众在支持我，你们一把都不给我胡，那我请问你，以后我讲说麻将，我在这赢过100万，然后我在这边一次一个一对三，有人相信吗？高大哥，你也不需要那么难过，反正今天你就当做是录最后一集，就告退出演艺圈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就敢讲哦，这样太严重了。那个对，失言了，对，那是你不要把大饼的事往我身上。还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我是讲这个大饼，大饼，你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，我们都等着你啊！对，我们还是要给人家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有机会，好，高哥你也加油。对，承让了，谢谢大家，恭喜你们领到三万奖金。